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出现啦。哦，这次他姐姐越来越厉害哦，很好很好，很帅很帅，这一套动作我每次看推的都不一样，太厉害了，猜不透，很好哦，记得哦，打武术要帅，表情要严肃，很好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我们下一题就来了，阿嬷阿嬷，你身体开始了，阿嬷阿嬷，你身体开始了，阿嬷。好，我们的姐姐们出来了，来，严肃又帅气的表情，不要互撞。哎，姐姐们气势就是不一样。好了，我们的欲望越来越有大大出风了。三年扛把子是盖的。打拳时间了，国王加油！这个姿势，这个 pose， 力拔山河，气盖世，帅帅帅帅！不愧是我们的校草，全场看这种最帅。好，我们刚才都闪过了，很棒哦，我们会很棒，我们今天态度很棒，还有我们的气势很好，我们很可爱哦。也是我们的师傅在带着我们的阿弟妹妹们一起练拳。人家说，天下武功出甘霖，甘霖功夫在天他。小朋友果然厉害。哦，好。掌声鼓励鼓励。好，接下来到我们姐姐们了。就很帅哦，露出你的杀气，很好哦，打出这很棒。很好，甘霖国小学生能文能武，强身健体要报国家，很好，以后都去当兵。好，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要出决战了，怎么还差一个人？好，国王你在干嘛？好，很好哦，很帅哦，表情要帅哦。